一般的不要说独立机关了、啊，一般的选主委，好、哦，也要经过啊合议啊，好、哦，啊意见也要大家合议啊，要不要关中天什么这些事情啊，审查什么事情都要合议吧，不然你这些委员是在干嘛？这报第一人啊哟，啊都叫你要做这已经叫好啊，而且还没成立独立机关都已经排好了，那独立机关就造野。啊，大家都是布袋戏，这样叫独立机关。从我们开始政党轮替以来，即靠台湾不断的民主开放，我们都觉得今天不管哪一党执政，都应该最重要的我们的价值，要捍卫任何不同意见的人，我都有发声的权利。这不是就是台湾政党轮替下我们觉得我们最重要的资产吗？我今天不想叫他 NCC， 我觉得真是脏 CC 啊，是他们真的不配这个职务。所以今天1118是台湾言论自由最黑暗的一天。